这个今天是6月19号，那么6月24号啊，这个拜因体育美国频道对于梅西的采访将会完全的放出来，到时候咱们可以看看那个原片啊。那么梅西在这个采访的预告片当中说了一句话，我认为很霸气，就是我已经赢得一切。所以说这个是成为王者之后的对荣誉的一种云淡风轻。这样的梅西其实是我希望看到的啊，因为之前都说低调啊谦逊的，但是在我感觉有些东西该露还是露，因为你毕竟已经是球王了，所以说就要有一种王者的态度啊，王者的风范。所以说我已经赢得一切这一条在我看来值得加分甚至是满分。这个采访啊，据披露啊，就是梅西加盟巴黎的两年以及离开巴萨的前因后果，还有七座金球以及卡塔尔世界杯夺冠的故事，这一段时间啊，涵盖的内容很多，虽然说时间不长，这个也是很多球迷所期望所看到的。那么咱们就静静期待看看6月24号的这个专访视频吧。好了，我是超哥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